你真忙碌啊，大早上就来催我遛你了。现在几点钟？现在六点多钟。你要晨练吗？我求你，够养生的啊，小伙。真可以啊你。我这里可是26了，他看什么？看得到吗？看得到什么呀，小满？26楼你都看得到。那个拦路虎呢？别！你不是腿有伤吗？就在那儿。看看那桌子上面有什么吗？别给我装了，去看看那有什么吃的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自己去拿吧，自己去拿，去吃吧，去吃吧 ，OK， 去吃。明明就吃了，去吃吧，没事，去吃吧 ，OK， 吃吧，去吧，去吧，小满，还我喂你啊，自己吃 ，OK，OK。OK OK你是向我求助的意思啊？亲亲我就帮你亲。真乖，那我帮帮你吧。哎呦，过来吧，就想吃。OK。小南瓜哦。哎。手上也真不客气，跟我一点都不客气。还有一块小红薯饼干子。没了吧？这次没了。检查一下。洁白健康，这边。检查一下这边小牙齿，别动了。白嘛，快点哥哥，可以呀、啊，小健康呀、啊，小肚子，好吃吗？还想不想吃吗？没了，嘿嘿，没有吃了，妈妈，没了，省的倒是没了，妈妈。间谍嘛，肯定是哪个敌国派来的细作。想拔起来，但是已经很困了。睡嘛，趴着睡觉，趴着睡觉就买，趴着。这个地方最凉快，因为那边窗子通风，很贼呀，兄弟，是哪凉快往哪待着。